以后若是跟你有了孩子，我们就一起在院子里面玩。这些都不着急，一样一样慢慢的做。嗯，一样一样都会做的。这是我送你的捕梦铃。你送我的每样东西我都会保管起来。来，种子。这是季风树的种子，你曾经跟我说过希望在越州的家里有一棵季风树，这样你的生活就会过得心满意足。有了它就可以不用想念昭明宫的季风树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。你愿意跟我一起种吗？嗯。这几日我都在想，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做。到了春天我们可以去捕蝴蝶，到夏天可以去跟船赶小海，秋天呢我把我的指甲留一留，用干茜草染一染，然后冬天呀我们可以在这院子里打雪仗。我还想养一条胖狗，以后若是跟你有了孩子，我们就一起在院子里面玩。这些都不着急，一样一样慢慢的做。嗯，一样一样都会做的。山之高，月初晓，月之晓何皎皎，我有所思在远道，一日不见兮，我心悄悄。你以前教我这首诗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想过，我心里面思念的那个人，可以这样坐在我对面，我还可以吃他亲手为我做的菜。快来试试。吃吗？有一点点咸。我的手艺还是不如阿旭。陛下还会做菜啊？当然了，他的手很巧，以前家宴的时候子簪还是照例不下厨的，阿旭总能端出几道拿手菜，但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。说起来，子簪皇后是不是跟提兰生得一模一样啊？的确是一模一样，但性子非常不一样。怎么说呢，子簪皇后跟你很相似，性子非常率直。前几年阿旭身上的戾气很重，身边的人都动辄得咎，偏偏是你屡次冒犯他，他都没有重罚你。即使你闹得这么过分，他只不过是施以小惩